管吗？要啊。这里啊，这里。我刚刚用吸管比较安全。小朋友们去洗手再喝。来。
是我的。好，这张我开吗？怎么还有啊？这是我们去买的。小乖。我们在睡觉的时候，你们在睡觉的时候，我们买的。这是休息站。不合理哦。
吗？乖乖，吴丽萍有没有听到？听到。记得你，这个。
烧一烧。可以，爸爸不要玩了。可以，哥哥美要回上去吃饭睡觉了。要哭继续哭哦。